你今天要上班吗？会啊。大家都是星期五在约会的耶。你吵我，然后又要上班。就不能换个白天的工作吗？唉，他就不能多体谅我一点吗？我的名字是 Peter。常常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我弹钢琴都不用看谱？我都会说，有啊，他们就是我的乐谱。刚刚那段音乐是弹给他听的，还是我自己？不知道雪柔现在在干嘛？
对不起，我爱你。拖鞋的声音真的。